안녕하세요. 我是环，这里是我的隔离住宿，今天是我隔离的最后一天，我等一下就可以出关了，然后我就要去准备一下，就杀去不动产那里，就是房仲那里，然后去看房签约入住，对，就是当天一天挑战全部，这是因为我个人时间排程有点紧，就是真心建议不要像我这样子一天要完成所有事情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我其实今天就开学了，所以我赶快解决这一切。那已经跟不动产约好，应该会看六间房间，等一下如果他们同意的话，我应该还会拍摄记录一下，希望顺利找到喜欢的房子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卫生间没有洗脸的那个哦，没有洗手台，对，没有洗手台。哇哦，好奇妙。哦，超大。Thank you.
长得很像。他好像。床可以，朋友来也可以睡，然后这边整面的窗户，现在没有开灯，采光也很好。然后书桌、冷气跟超大三层，不是三层，三个衣柜跟洗衣机、电池、厨具，冰箱这里也是蛮大的，微波炉跟有两窗户的厕所，我觉得整个都很完美，而且阿祖妈人还帮我接架。打开，很棒很棒，采光跟通风都很不错。呀、yeah, ，要去采买了。新入屋的我，多了一个被，多了一被，就都啊。刚刚，因为我其实没有棉被，他自己本来没有敷，但是这附近的。就是没有卖棉被，有的话很贵，所以他就拿了之前住客用过，然后洗干净，但是留下没有带走给我，然后说我可以一直用，太好了吧。